老婆，你叫好了。你干什么？说恩哥，我不在意名字，你干什么？你注意你的形象！我真的好喜欢你，不要拒绝我吗？什么声音啊？你老婆回来了。果然，男人不擅长准备惊喜。你到底在掩盖些什么？你是不是出轨了？干嘛？接，开免提。